我跟你们说，和伴侣相处真诚真的是最大的必杀技。怎么真诚呢？就是把你想的直接说出来。比如你们不都怕夸老公会把他夸飘吗？我有一个朋友怎么做的呢，他每次夸完老公就会问一句，哎，老公，我这么夸你会不会让你飘，会不会让你迷失自己。他老公虽然听到这种话挺无语的，但是飘是真的不可能飘起来了。我公司有一个同事总被婆婆针对，以前呢她就是老想解释证明自己，也想让老公去调解，反正她让老公也调解过，做过很多努力都没有什么效果。她有一次就想起来真诚这一招了，于是她就去问自己的婆婆，妈，你就是不喜欢我吗？她婆婆一下就被问懵了，后来就真的收敛了很多。我之前也给你们说过什么被 PUA 啊，他老在外面撩骚觉得没事儿啊，他怎么说是他的事儿，你们绕什么弯子啊，直接就说嘛，哎，你是不是在 PUA 我，你和别人聊了这么开心就是想让我不开心吗？你把他心底的那个想法给戳出来，都别装也别拧巴，更别总是上纲上线，你们的相处就会轻松很多。